跟他是不同世界人，因为他就那种美少男那种型的，有时候看到他，其实我觉得蛮刺眼的。但是他有时候就像巴基斯坦的，他时间到他会去拜拜哦。我是拉纳阿明，我也以前有去过很多国家，来台湾政府安排的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四晚间8点，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